起的来雨满窗，大姑娘窗下笑戴局长，这个林子欣都关了好几个月了，还是什么都不肯讲。每天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这两天要什么针线，说是要打发打发时间。戴局长，要不是你交代我，我早就给他上刑了。你以为上刑有用啊？我跟你讲，这个林子欣的未婚夫是个当兵的，他要是把药品和纱布的事情都推到他未婚夫的身上，你敢到军队里去问呢？这个林子欣在木渎镇也算是小有名气，这次他被抓，已经闹得镇子上沸沸扬扬了。这个事情不能硬来，你就不要管了，我来处理。戴局长，啊，梅总。啊，那你去忙吧。来，坐。梅总啊，这是你这个月的薪水。戴局长，这个月怎么比以往多呀？啊，是这样。有个事情啊，我不好出面，你替我去办。什么事情？子欣姑娘也被关了几个月了，我想放了她。毕竟我们有这么多年的交情，总这么关着她，我于心不忍呐。但是在放她之前，我会让几家报社的记者去采访她。只要她当着记者的面承认，她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才会违反禁令的。我这么做啊，也是为了给上峰一个交代。子欣姐，子欣姐。我记得你最爱吃桂花糕了，一大早去前身园买了一些，给你带过来。大家还好吧？大家都蛮好的，茶馆也挺好的，只是客人比以往少了一些，但也还是有人的。水珠姐倒也能忙得过来。子欣姐，你在这里受了不少苦吧？我们大家想想办法，你总还是能回得去的。子欣姐，你如果想出去，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戴局长跟我讲了，大家都是有交情的，他把你关在这里，也是于心不忍的呀。你进过戴思源？戴局长讲了，他想放你出去，但是怕跟上峰不好交代。子欣姐，你只要能给他一个放你的理由，那你很快就能出去了。子欣姐，我们找些记者，你只要当着记者的面讲清楚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你才会这样。迷惑？我林子欣活生生一个人，从小我就听自家的。
谁也迷惑不了我。你去告诉你们的代理局长，他要是想关，我就关下去好了。大男人家不要搞这些小把戏。子欣姐，带我回去。 子欣，金像奖说水生又得了一个儿子，长得真像水生。怎么了？子欣呢？ 大志兄弟，几年不见，你都当上团长了。你不也做了局长吗？照理说，我能有今天呢，也都是托了你的福。徐妈上茶。哦，好的。 兄弟，我这次是回来成亲的。到了家我才知道，我媳妇早就被抓起来了，我得把她抢出来。这次我只带了两个兄弟，人手恐怕不够用，借用您的电话，我再调一个连的兄弟过来，够用了吧？ 还有一个办法，要不你把牢房帮我变成洞房，我在那里成亲。徐妈，让司机备车。 这次回来，本想是和你成亲的，没想到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明天我们就成亲，看以后谁还敢再欺负你。你要是不答应， 你把他扔到火里烧了吧。明天我回来接着劈柴。大家辛苦啊！
织化费我输成这个样子的，好看吗？好看。织花，是你娶子欣呢，还是我娶子欣呢？红缨线呢？红缨线呢？这里。我不管，你们想办法把红缨线给我绑回去，我要我以前的媳妇。这个月又亏了两块大洋，干爹，再这么下去，咱爷俩还得睡大街。你说这些日子也怪了啊，二十多天了，竟是结婚搬家的，他就没一个办丧事儿的呢。就凭我看相声这俩钱儿，也交不起店租啊。哎，干爹，要不咱想想辙，也接点喜庆的活儿。亏你想得出来，菩萨做那些事儿吗？曹公公，李管家，你怎么来了？老爷，曹公公请来了。哦，曹公公，陈老板，节哀顺变。请。唉，夫人平日吃斋念佛，想必已经去了极乐净土了，所以我还是想得开的。陈公子他。没告诉他，这个时候他也是回不来的。
我这么大的家业要用人的时候去。曹公公，我现在是心力交瘁。哦，出殡的事儿就全拜托你了。放心。才重庆，你又要走？我现在是团长了，手底下好几千兄弟，军令一到，自然要走。这我晓得，我只是怕。你放心吧，只要不打仗，我就回来。记得我第一次走的时候，你把我抓回来，还罚我顶水壶呢。你还好意思讲？每次不是去革命，就是去打皇帝，总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你还跟我说，不让我去革命，说那是掉脑袋的事情。可是你现在却干起了掉脑袋的事。这一次要不是我正巧赶回来，也许被那个戴思远要关上一辈子。我现在也不晓得什么是革命，我只晓得易红先生是好人，卢先生也是好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抓被杀，我帮他们做事也是心甘情愿的。别送了，回吧。我也是给带上。志景，吃早饭了。姐姐，我有一根白头发呢。没事的，姐姐前两年就有了。你呀，来让我看看。嗯，比以前还漂亮呢。快快快，吃早饭了啊，一会儿凉了。哎，我去看看啊。哎呦，珍珠，志化。
好久不见呢，快进来吧。不了，我还有要紧事。这是怡红先生给织锦的信。哦，我先走了。哦，慢点啊。珍珠，怡红现在在哪里？织锦，怡红先生让我告诉你，他很好。我们几位也算是老相识了，啊！我回到木渡这么久，大家也没在一块聚一聚。今天我做东，啊，大家痛痛快快的畅饮几杯，啊！感谢诸位的赏光，啊！谢谢谢谢。哎呀，近来我也听到一些消息，说日本人在东北那边又增加了驻军，看来中日一战在所难免呐。哎呀，这世道不太平呐！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这现在日本人又要来闹事儿。这个日本人他是反了天了啊！哎呀，这些军国大事我们怎么能晓得呀？还是不谈为好。不谈为好。哎呀，看来我又要多囤些米了。爹，怎么了？日本人在东北动手了。啊！兄弟们，现在日本人已经在东北跟咱们干起来了。全国都在抗日，你们都给我好好练，别荒废了这身武功，一定能用得上，知道吗？知道。看来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不容小视啊，他们又在借着抗日救亡的大事做文章。如果这份刊物在公众中流传开来，势必会对蒋委员长的剿共方针极为不利。你要尽快查明这份刊物的来龙去脉。是，我已经派人去办了。嗯，戴局长，我就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如此嚣张。蒋委员长调集了100万大军围剿他们，硬是剿不完。国民政府又在我们这边搞江苏反省院，大把的钱丢进去，不是劳民伤财吗？反省院对那些共产党还需要搞什么精神感化？我看该杀就杀，这些顽固分子恐怕感化不成。哎，刘局长，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对共产党，光靠杀是不行的，要从这里解决根本问题。洗脑，把他们脑子里的所有共产主义思想通通洗干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办反省院。刘局长啊，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来，你坐。刘局长，现在的形势是内忧外患，蒋委员长处境艰难，我们加入 CC 派，甘心做力进社的一员，是因为我们痛感这样大的一个中国的确需要拥戴一个我们信任的领袖。过去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悲剧，我们不能让它再重演了。更何况现在大敌当前，抗日救亡运动必须由蒋委员长统一来领导。你如今也是力进社的一员，言行举止一定要慎之又慎。作为警察局长的身份，对你的工作是很有利的，但是不要操之过急。另外，
我们立进社成员的身份还是要保密的。以后酒你就不要喝了，多喝茶。是，在下一定奉行立进社的精神，苦干实干，拼命干。坐坐坐坐。吴伟祖最近在干什么？他常在凌岩茶馆和赵一红家走动，倒是没有引起怀疑。我一会儿要来一个老朋友，你先去吧。苏处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不要一副官腔好不好？那我是不是该说拜见戴局长呀？来。你这个家蛮考究的嘛，都是若贤布置的吧？思远，你可是金屋藏娇，仕途得意呀！哎，你不也是吗？以前在大上海的出版社里呼风唤雨，现如今被朝廷招揽，哎，怎么样？到我们南京之后感受如何？我跟你讲啊，这个教育厅，也不是个风平浪静的地方。你这个处长还没遇到什么麻烦吧？我们这是怎么了？开口处长，闭口局长的，味道不对啊！兄弟们，听我们讲，放过我们吧。我们认识刘局长，刘局长是我们的朋友呀。刘局长，刘局长大还是蒋委员长大？你俩知道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吗？捡，来，给我捡。别捡！若贤呢？啊，秋风宜人，灵岩山上走走，上上香。他呀，不能跟你比，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些年还真是常想起他的琴呢，这回我可要一饱耳福啊。那还不容易吗？苏盼啊，这回你来目睹，可是重任在肩呐。蒋委员长在目前的局势下，发起新生活运动，是用心良苦啊。我们的国民精神，是应该重新振作一下了。以礼义廉耻为中心思想，以三化为行动指南。那我倒要考考戴局长了，何为三化呀？这有何难？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谓之三化。那你做到了吗？啊，这是在家里吗？吴少爷，快，快起来。二位少爷，坐下啊。二位贤侄，这是娘的，这蒋委员长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搞什么新生活运动，说是男的不许打牌，女的不许烫头发，就连穿件洋装都不行。这些个小次郎，也不知道听了谁的命令，就在街上胡搞八搞，都搞到老子头上来了。哦，
好啊。省上派你到苏州来落实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筹办，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你看你啊，三句话不离本职啊。思远，你今天有时间吗？我想把子欣和织锦他们都叫出来，到石家饭店聚聚，我请客。苏凡，有些情况，我得事先跟你讲清楚。苏盼姐，您先生一看就是有学问的人，两个孩子也长得漂漂亮亮的。姐姐，你看看，我那位倒是个真正的实在人，学工科的，少言寡语，最喜欢的就是机器。两个孩子还像我，要不然我那个家就跟个冷冰冰的工厂似的。那不是蛮好的吗？你喜欢说笑，他安安静静的，你们俩蛮般配的，还不错吧？知画，你就不想成个家吗？我一个人过习惯了，也蛮好的。苏盼姐，你看看，姐姐的油画还登在上面呢。哎呀，油画我不懂，不敢瞎评论，不过看上去真的很美。姐姐现在画的这幅叫《灵岩秋色》，画好了一定美得不得了。哎呀，你们这些姑苏姐妹个个心灵手巧，这画画、绣花、弹琴呀，和你们一比，我整个就是个大俗物。哦，对了，我去思远家了，可惜我没有见到若贤，她去庙里上香了。改天咱们一定好好聚聚，把姐妹们都叫到凌渊茶馆来。若贤姐又去庙里上香了？是啊。他那个性格，这个年龄也没有个孩子，对佛事感兴趣也不奇怪。他常跟戴思远闹别扭呢。知青，你们不用瞒我，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次来木渎，是感觉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大家在一起高高兴兴的，虽然是有些烦恼，但总归是开心的、敞亮的。如今。你们不说也罢，思远也许会告诉我，他已经跟我讲了一红的事了。知景，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我不想说谁对谁错，我只是很为你们担心。还有，思远真的很痛惜一红，你们要理解他。好了好了，我们不要谈这些了。他们男人的事啊，我们女人也搞不懂。对了，明天告诉子欣姐，说苏盼回来了，咱们把姐妹们都叫上，好好聚一聚。好。
太太，回房间吧，外面冷。你都已经在这站了好久了。不用了，你去睡吧。我想再站一会儿。先生回来了。旭满，大门怎么没有关啊？哦，我去关。先生，太太不知怎么了，天这么冷，已经在这站了好久了。我先睡了。若贤，有个事情我要跟你商量一下。若贤，我明天有一点时间，我们请苏盼到石家饭馆吃餐饭好吗？好的呀。南京那边的房子修整好了，你和许妈搬过去住，冬天那边过着会舒服一些。我不想去，在这里住习惯了，换个地方睡不好。而且姐妹们都在这里，身边有个说话的。还有你到庙里去上香不方便，对吗？对呀，到庙里烧烧香，听听悟天法师开示，也蛮有收益的。是听悟天法师开示，还是听陈家明法师开示啊？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还有脸问我？你让我觉得恶心。戴思远。好，你叫的真好，你还知道戴思远这个名字。讲吧，你打算怎么办？我们离婚。你个贱货，婊子，臭婊子！快去劝劝他吧，事情太多，再不救恐怕就……他不会听我的。太太，太太，你不能这样，你听我一句话啊！太太，你不能这样，太太。太太，你听我一句话，你不能这样啊，太太。刘贤杰，刘贤杰，许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没有对不起思远，我是清白的，清白的。倪大夫，你先给若贤去包上。好吧。
四月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你赶紧叫车，先把若贤送去医院。车在来的路上。 曾经穿堂过，望眼花瓣随风飞落，随风。